不求最精准，但能省时间。大家好，我是呼呼。很多小伙伴问我为什么两分钟评手机系列不更新了，因为我感觉手机的更新换代实在太快了，价格变动也太快，加上新机型出现，随时会打乱现有的格局。所以视频刚做出来没多久，可能就已经没有参考价值了。手机的参数都很好找，也不需要我来念一遍，大家可能更需要的是意见和参考。所以我觉得还是图文的形式更加便于修改。为了更加方便地看出差别，我使用了雷达图供大家参考。今天我来给大家系统地总结一下目前市场上主流的手机。声明一下，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也就是我自己买手机的时候会这样思考问题，但是每个人的情况和侧重点肯定都不一样，所以如果有什么遗漏，还请大家帮忙指出。千元机方面，625这个处理器呢确实有点老了，性能也比较弱，但目前的千元机依然没有更好的选择，630迟迟也见不到，所以625也算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吧。我们来看具体的型号，魅蓝 Note 6最大的亮点是号称使用了旗舰机的 CMOS， 相比传统的千元机拍照略有提升，但依然还是无法和旗舰机相比。拥有大电池和快充，最近全线降价300，3+32G 的版本只需要999元，还是挺划算的。但 3G 的内存略显小，而4+32G 的版本仅仅多了 1G 内存就贵了300，实在太不值得了。因此3+32G 版推荐等级 A， 其他的推荐等级 B。 最新出的红米5 Plus 拥有全面屏的千元机，没有双摄是缺点，3+32G 的版本同样只需要999，很便宜。与魅蓝 Note 6相比，一个有双摄，一个有全面屏，看你觉得哪个更重要吧。当然还是更推荐1299的4+64G 版本，推荐等级都是 A。至于同时发布的红米5，首先625本身就够弱的了，它的处理器还更差，而且屏幕分辨率也更低，电池也小，同样3+32G 的版本只便宜了100元，实在是很不值得。至于2+16G 版现在基本上没法用，因此不推荐红米5。小米 5X 出来有一段时间了，性价比不错，但是与红米 5P 对比，除了有双摄之外真的没有什么其他优点，因此还是更建议买 5P。2000元左右660的表现优秀，而且短时间内也没有换代的迹象，因此660的机型是非常值得购买的。但是2000元档大家往往会更多的考虑中低配，因为如果到了高配就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部分旗舰机的价格，就显得不太值得了。而且比如同样是为了64G 的存储，2000元的手机贵400和5000元的手机贵400似乎不是一个概念的，这个比例比较微妙。来看具体型号，360的 N6 Pro 最便宜的660机型，品牌比较小众，也没有什么特点，系统不太好，界面呢也比较丑，但是性价比确实可以说是极高的了，所以推荐预算有限但很在意性能的朋友购买，推荐等级 A。 有很多手机低配版只是为了显得价格很低制造的噱头，360这个应该主推的是1899的版本，而高配的6+128G 版本就显得不太划算了。坚果 Pro 2系统有特点，外观设计感强，颜值比较高，拍照的效果比锤子之前的产品有很大的提升，价格也比较便宜，比较推荐的是4+64和6+64版本，同样的高配版就显得不太划算了。小米 Note 3屏幕比米6大，性能比米6差，其他的基本都一样，性价比倒是没有什么问题，但外观比较过时。依然还比较推荐的原因是这个价位的660机型选择比较少。而小米6呢，同样是外观过时，屏幕比较小，而且由于845的机型即将上线，目前看来虽然性价比还是很高，但是定位比较尴尬，推荐等级 B。 荣耀 V10 麒麟970的游戏性能依然不如835，当然玩玩普通的游戏肯定也没有什么问题。 V10 的性价比不错，但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亮点，中规中矩吧，推荐等级 A。OPPO R11S 和 VIVO 的 X20 这俩机型完全可以放到一起说，因为几乎一模一样，拍照的美颜算法方面有一定的优势，而且因为其线下的市场定位，备货比较充足，容易购买到，赠品比较多，而且呢实体店会有一定程度的降价，大约2500-2600就可以买到。性价比方面之前感觉尚可，但随着低价660机型的增多就显得不太值得了，推荐等级 B。旗舰机方面，835的机型依然是目前安卓阵营最好的选择，但鉴于高通骁龙845即将上线，2018年将是845的天下，不着急的朋友可以考虑要不要等上几个月。具体型号，1+5T 可以理解为高配版的 R11S， 性价比依然很高，没有光学防抖是短板。高配的8+128G 版本3499元，性价比也很高，比较值得购买，推荐等级 A。
努比亚 Z17S， 无边框的设计比较有特点，但个人感觉这款机型的颜值也并不算是很高，品牌比较小众，基础版的性价比比较高，推荐等级 A， 但高配版加价过多，不值得购买。小米 Mix 2在全面屏爆发的今天，已经不像之前那么出众了，性价比也显得降低了，最大的亮点反而变成了其特殊的设计和陶瓷机身，没有双摄是缺点，但依然值得购买，推荐等级 A。 而全陶瓷的版本，为了个更脆弱的陶瓷边框多花1000块钱，反正我是不干。至于说为了彰显尊贵品质，拿着小米来做这样的事儿，总感觉很奇怪，因此推荐等级 C。 华为 Mate 10优点依然是徕卡的摄像头，人工智能识图目前噱头大于实用，性价比依然稍低，但比之前的 P10 要良心不少，推荐等级 B。 而华为 Mate 10 Pro 对于 Mate 10的改变，仅仅是使用了18:9比例的 OLED 屏幕，还不是 2K 的，售价又贵出了1000块钱，和很多人认为的 Mate 10没意思，要买就买 Pro 的看法不同。我个人的感觉是，现在全天下都是18:9的屏幕了，华为的这个屏幕并没有什么优势，而仅仅是拍照上的区别，就要比其他品牌贵出2000，个人感觉很不值得，因此推荐等级 C， 不太建议购买。老款的 iPhone 6和 6P 是严重不推荐了，再便宜也不推荐，因为 1G 的运行内存坚持不住了。6S 和7这两代都属于性能没有太大问题，关键就看价格如何了。 SE 机型虽然价格便宜，但是屏幕太小了，虽然有些朋友可能就是喜欢小屏幕，但指纹慢，也没有 3D Touch， 所以除了便宜也没有什么优点了，个人还是不太推荐。三星 S8 18:9的屏幕在今年前半年可谓是风光无限，但现在全面屏泛滥，已经不再具有独占的优势了，而且曲面屏也不再新鲜了。当然三星的这块 AMOLED 屏幕依然是最好的，价格依然是偏贵，推荐等级 B。 至于 Note 8， 屏幕上与 S8 的处境类似，但 Note 8有双摄双光学防抖，且拍摄效果更好，另外还有 S Pen， 这个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交互模式，目前最强的安卓手机，所以虽然定价比较高，但依然是值得推荐给预算充足的朋友，推荐等级 A。iPhone 8和 8P 性能强悍不用多说，槽点当然就是过时的外观设计，但是由于 iPhone 10的存在，一开售就跌破了发行价，降价1000元左右，导致其性价比反而变得非常不错，因此不在乎外观注重实用的朋友还是很值得推荐的，推荐等级 A。 iPhone 10这个我相信大家也都了解的差不多了，而且也没有什么可解释的，不用想太多，不差钱就买吧，推荐等级 A。这些雷达图推荐表和我的个人感想，我都会在微信公众号里不定期的更新，欢迎关注，点击菜单或者回复手机推荐4个字即可获得。最后我想解释两个小问题。问题一，可能有的朋友会质疑，为什么同样是性价比很低，苹果三星的推荐级别是 A， 而华为的推荐级别是 C。我是这样看问题的，因为有些人对预算不敏感，只想要更好的手机，而苹果和三星确实是行业标杆，代表着手机的最高水平，虽然领先的并不多，价格却贵了不少，但也并没有更好的选择了，因此推荐级别是 A。 而华为目前来看，各方面并没有比普通厂商更优秀，甚至还不如，比如游戏性能，但价格却贵出了很多，徕卡色调算是最大的优点，但是也并不值得多花1-2000块钱，因此推荐度不高。再次声明，本视频纯属个人观点，其实我也很希望华为能做出比三星苹果更优秀的产品，到时候我也绝对不会吝惜赞美之词。第二个问题，你都没有某某手机，为什么敢做评测？其实首先我想说，我做的大部分视频并不是评测，我更倾向于叫它新手入门。我们不妨这样来思考一下问题。第一，假设把一部手机给了什么都不懂的爸妈，让他用上2年，他八成也是说不出这个手机好在哪或者差在哪的，或者他很坚定地认为这个手机很好，但他不知道的是可能其他手机比这个更好，反之亦然，他觉得差的地方可能其他手机更差，所以并不一定是用过的人说的话就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另外，即便是专业的评测人，他也不可能把这个手机长时间拿来当主力机使用，他不可能真的用上半年再来告诉你是不是会变卡，电池会不会损耗过快等等。而且每个人的使用习惯不同，需求不同，不可能体验到方方面面，比如大部分搞评测的都是直男，可能很难站到女孩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第二，我看到别人的视频里用这个手机，比如跑了6000多分，看了好几个跑分都是6000左右，那我真的有必要自己再跑一次分吗？肯定也大概还是这个分数，至于具体的数值其实也不太重要，大家只想知道这个分数是比较高还是比较低而已，不需要太精确，大概就好。
而且跑分数据为了客观往往都是全部重置了再跑分，但我们重视的往往是实际使用的体验，有的手机在使用中性能可能下降过快，有的可能就能保持流畅，这个真的有办法测试吗？即便真的测试了，等测试结果出来，这个手机可能都停产了，还有什么参考价值啊？我承认我所评价的这么多手机，我当然不是每个都用过，我大部分都是参考了很多其他的评测，凭借我个人的经验把需要注意的点整理出来而已。第三，不光是数码产品，其实我们每个人买任何东西都是在做无机评测，对比官方的配置说明，参考其他网友的使用体验，排除软文和一些脑残粉和万年黑的干扰，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出最适合自己的产品，拥有良好的判断力，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如果你还是嫌麻烦，哪怕至少多花点心思找一个比较靠谱的意见领袖也行，而不是听见什么就信什么，或者听见什么都不信。我在之前的视频里经常说，我给自己的定位并不是专家，因为比我懂得多的人太多太多了，我想做的事儿只是尽量的把一些难懂的专业术语利用比喻等方式通俗的讲出来，让一窍不通的人能够有个基本的认识，或者是帮助理解不够深刻的朋友能够梳理一下自己的知识，可以对数码产品的好坏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力，拥有科学的方法，理性的态度，这才是关键。祝大家都能做出最好的选择。好了，今天的内容就这么多，如果觉得还有点帮助的话，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互动，推荐转发等等，也非常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 BONJOUR 呼呼，给我留言，我大部分都会回复。感谢大家的时间，我们下期再见。